今年呢，想要推荐你们的是六月初一八节蛋卷。那里面呢，是因为是一个台湾的品牌，所以它加入了很多台湾的元素呢，还有茶的元素。那像这个呢，是阿萨姆红茶。我们还会有香醇芝麻，还有这个想要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呢是铁观音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现场来猜想一下，其实它有六种口味哦，还包括咖啡啊、原味啊等等的。那我们今天先来猜这个铁观音口味的，你们能看见它真的做得很特别，像这个八节蛋卷啊，它是像一个同心结一样，所以也有一种就是表明说在合家团圆的那种感觉。它闻上去呢，有一种铁观音的味道，还蛮浓郁的，因为喜欢喝茶的人应该会很喜欢。哇，我当时吃下去的那种口感真的超级棒，它比起一般的蛋卷再酥脆一点，然后茶香味特别的，哇，好好吃哦，这个。阿萨姆的红茶，因为我几个朋友都跟我讲这个口味超级好吃，然后还会有巧克力味道的跟咖啡味道的等等的。其实这个蛋卷我觉得送人还是挺棒的，因为给人家有一种寓意的感觉，比如说团圆呀。这个听说是超级好吃，这个口味它的颜色呢稍微比铁观音的可以看见会稍微淡一点点，因为呢他们用了不同的茶来做。闻上去了，它就稍微香一点点，就是有那种红茶的味道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很棒！我觉得如果我能收到这样子的一个礼盒，我会觉得很感动。然后它是那种越吃越想吃的，然后嘴巴不能停的那种小零食。好的，那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呢，可以在沃爱拜上面购买。它是北美独家代理，如果你想要去门店的话呢，也可以在 Hacienda Hike 上面找得到。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